记得哦，要 Pokemon， 然后上去我们的飞鱼渊餐厅打卡，然后给我们的服务人员看，就会有非常好喝的 Pokemon 特调，然后祝你抽到非常厉害的大葱鸭。哎，亚洲限定版的共同大葱鸭，可爱，好不好？如果看到杰尼龟，记得召唤我，那是我的梦想，好不好？我最喜欢杰尼龟。好了，我们来接一首《滴答滴》，太难听了。Yeah.